双方气氛有点微妙呀。这十四还蛮凶的，一对三，他一点都不捞。这三只好像有点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的感觉呀。让他们在我手上吃会儿东西，让十四在旁边好好看看，好好学学。怎么样，我这造型还可以吧？过来。四个猪放出来有点太调皮了，有时候场面还挺混乱的，因为一直飞全部都要飞。他们现在感情好得很，就像外面的麻雀一样，飞到哪儿都是成群结队的，一般来说是不会单独行动的。哎呦，这还飞来撞上了。这小伙子，你们俩过来，你的两个兄弟在我手上哦。呀，这还跑了一个，你呢？不走吗？诶，就像养了几只麻雀一样，放出来就成群结队的到处乱飞。那、这又全飞到我肩膀上来了。小伙子们，也是没想到，这四只长大了居然会这么亲人。过来，下来。这几个猪太会飞了，这要是跑了，四只得一起跑吧。去吃点米。这个是老二，这家伙一直都挺亲人的，很喜欢和人互动。这是老三和老四，站在后视镜上这个是老三，他嘴特别黑。老二你又跑过来了。老二特别好认，看他这个嘴嘛，有两条痕迹特别明显，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我好区分他特意给自己刮的。给他们洗个澡，自从会飞了好像都没有正儿八经洗个澡，就上次在鸭子的洗澡水里洗了一下，今天稍微给他们干净一点的水，让他们好好洗一洗。哎呦，这是老几啊，一点都不怕，下去就开洗了。其他两个猪一下就飞了，原来是老四呀，把自己洗得这么湿。老三该你了，下来，快去，你也下去。老大不用怕呀，你看老三洗得多欢呀。老二又来了，老二也去，全都下去。看吧，这就是天生的，没有人教他，自己就会洗了。四只落汤鸡现在飞不了了吧，这样给你们分吧，就好分了。这个是老三，然后这个是老大，这是老二就不用说了，这个嘴特别明显。旁边这个就是老四了。现在都冷静下来了吧，让你们调皮，以后调皮就给你们洗澡。